从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到聪明的人类，再到有毒的蘑菇，最后到微小的细菌，这些生物体都有一个统一的特征，那就是这些生命体都是碳基生命。为何叫碳基生命呢？生物体内的脂肪、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的分子链是由碳原子连接而成的，因此可以说碳链构成了生物分子的骨架。同时负责生物体遗传信息的携带和传递的脱氧核糖核酸和核糖核酸等生物大分子也是由碳元素组成的有机分子。因此目前地球上所有已知生命体都是碳基生命，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除碳基生命之外的其他生命形式。以人类的身体为例，人体内有着多种元素的存在，碳元素的占比在 18%， 而氧元素的占比则达到了 65% 以上。虽然氧元素占比很大，但是人类却不是氧基生物，这是因为氧元素在我们体内主要以水的形式存在，也就是 HRO， 它不像碳元素那样是影响生命体细胞结构和功能的主要物质。碳元素是这么的重要，以至于它拥有自己的化学分支有机化学，人们将含有碳元素的化合物称为有机物。在生命演化的过程中，地球生命为什么选择以碳基生命形式存在呢？欢迎来到天天探秘，这期我们讲的是地球的生命形式。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元素化学周期表，人类已经发现了118种元素，而碳并不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而是氧元素。碳元素也不像氦元素那样稳定。表面上看，碳元素似乎没什么特别的，然而如果我们观察我们的身体组成，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身体质量含有 18% 的碳元素，但碳元素在地球大气层、海洋和地壳的质量中所占比例不到 1%。 为什么生命体要费尽心思从大自然中提炼碳元素，然后在我们身体中浓缩18倍，而不是利用更丰富的元素，比如氧元素和硅元素，或者是构成我们大气 78% 的氮元素？这一切都要归因于碳元素的三个特性：复杂性、丰富性和稳定性。什么意思呢？让我们先从复杂性开始。碳化合物的复杂结构。生命体内一直在进行着复杂的化学反应，复杂的化学反应需要各种结构复杂的分子，而碳元素恰恰能够形成所需的复杂分子结构。碳元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研究化学的基础，也就是物理学，特别是量子力学。原子是化学元素的最小物质单位，原子由中心的原子核和外层的电子组成。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不同元素原子的外层电子的电子轨道结构各不相同，这导致原子结构的稳定性也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元素原子的化学稳定性也各不相同。元素化学稳定性最高的是周期表最右侧的稀有气体，它们也叫惰性气体，比如氦、氖、氩、氪、氙这些气体，它们在化学性质上很稳定，它们很难参与化学反应，因为它们的原子结构很稳定，它们通常不需要通过与其他原子分享、获得或失去电子来形成化学键，以变得更稳定。形成化学键意味着与其他原子相互作用形成分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化学反应。化学反应背后的驱动力实际上是追求系统中最低能量的稳定状态。那些相对不稳定的原子有一个毕生的追求，那就是让自己更加稳定，而想要稳定最理想的方式就是跟其他原子共享电子，也就是化学中的共价键，而原子伸出的连接对方电子的那个手被称为化学键。我们可以把化学键想象成原子向外伸长出来的手臂，每种元素所需要的共享电子数量不一样，也就是它伸出的手的数量不一样。氢原子只有一只手，它只能跟一颗原子牵手，氧原子有两只手，它能够跟两个原子牵手，而碳原子就厉害了，它有四只手，能够同时牵手四个原子。想象一下，搭积木的时候，如果可以从四面而不是两面跟其他积木连接起来，那么搭建的东西是不是更复杂多变？碳元素依靠四只手跟四个原子产生了连接，它们之间紧密连接在一起，形成了各种复杂的三维结构，这就是碳骨架。有了基础的碳骨架之后，才能够形成各种各样的有机化合物。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有机化合物形成复杂的高分子有机物，最终演化出简单的生命体。碳元素的这一特性使其能够形成复杂的分子，这对于生命所需的复杂化学功能是必要的，
碳基分子可以与其他元素共享单键、双键或三键，有数百万种可能的组合方式。目前已知的有机化合物就有1000多万种，而这仅仅是已知化学世界中的冰山一角。这使得碳元素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参与大量的化学反应过程。它可以轻松形成长的稳定聚合物链，也就可以携带大量复杂的遗传信息，比如 DNA。DNA 携带了构成生物体的所有遗传信息，我们人类自身的 DNA 也是如此。作为 DNA 基石的核苷酸有4种，它们的化学结构是复杂的。其他大部分元素就没有这么方便了。以氧元素为例，它是地球上最丰富的元素，它只能共享两个化学键，这意味着它最多只能与其他两个原子结合，它不能像碳原子那样形成复杂分子的支架。硼原子可以形成3个共价键，所以它和其他原子结合后的分子结构也可能相当复杂，但问题在于它极其罕见，因此生命选择它作为其支撑结构的可能性并不大。这就要说到碳元素对生命如此重要的第二个因素，丰富性。碳元素的丰富含量，碳元素不仅用途广泛，而且含量十分丰富。如果我们观察太阳系中最丰富的前5种元素，按照丰富程度我们会看到以下顺序：氢、氦、氧、碳、氮。而如果我们观察构成我们身体的前5种元素，按照丰富程度我们会看到以下顺序：氧、碳、氢、氮、钙。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构成人体的前5大元素中有4个都是太阳系前5大元素。这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线索，这个线索告诉我们为什么生命是碳基的。碳元素在太阳系中有很多，它含量丰富。建造东西时，如果你准备大量所需的材料，你建造起来才会更容易。这就像搭积木，如果你准备的积木不够，你就无法建造一座城堡。你可能会说，如果丰富性这么重要，那么硅元素怎么样呢？硅元素在地球也很丰富，并且它也能形成4个共价键。或者氮元素怎么样？但虽然只能形成3个共价键，但它却占了我们大气层的 78%。 这就要说到碳元素对于生命的形成来说重要的第三个因素，稳定性。碳分子的稳定性，我们这里的意思是化学键的稳定性。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元素周期表。通常来说，每一列中的所有元素都具有类似的化学性质。碳元素是同类元素中最轻的元素。通过这个元素周期表，我们会看到硅和锗这样的同族元素具有类似的化学性质。硅是同类元素中下一个较轻的元素，它在周期表上的位置告诉我们，像碳一样，它也有4个共价键。这意味着对于每一个由碳构成的化学分子，都可以用硅取代其位置，形成类似的化学分子。硅在地球上的含量也相当丰富，事实上，地球上的硅比碳还要多，只是它们大部分都藏在地壳内的岩石中。在化学结构上，硅原子的最外层轨道上有4个未配对的电子，就像碳一样。主要区别在于硅原子的未配对电子位于更远离原子核的第三层电子壳上，而碳原子的外层电子位于更靠近原子核的第二层电子壳上。这使得硅原子的电子与其原子核的连接相对不像碳原子那么稳固。这样的后果是，当硅与其他原子结合时形成的共价键稳定性比较弱。比如硅原子与硅原子之间化学键的键能是196千焦每摩尔，相比之下，碳原子与碳原子之间化学键的键能为334千焦每摩尔。同样的，化学键的强度低也是氮元素不适合作为生命大分子主链的原因，它的化学键强度大约是碳元素的一半。这就像我们不能用纸板作为地基来建造摩天大楼一样，大楼结构的支撑必须足够坚固，它才能承载墙壁、窗户和门的重量。生命的大分子也有同样的需求，它的骨架必须足够坚固，才能不轻易受其他化学分子的影响而与其他分子起化学反应。所以碳原子形成的化学分子更稳固，由这些化学分子组成的生命体也会更牢固。相反，一个由氮或硅组成的化学分子更容易分解，因为它更容易跟其他化学分子起化学反应。现在让我们回到这个元素周期表来看看前3行的元素。如果我们移除所有化学上的惰性元素，然后移除那些不能形成超过2个化学键的元素，
再移除那些极其稀少的元素，最终剩下的就是碳、氮和硅。最后，如果我们去除那些不能形成强化学键，以构建稳固分子主链的化学元素，那么就只剩下碳元素作为最后的选项了。碳元素含量丰富，它能够形成复杂的化学结构，它又能与其他原子形成稳定的化学键。生命选来选去，最终选择碳元素作为生命体的核心元素。当然，我们所说的都是以地球的环境为基础的。目前，地球上已知的生命都是碳基生命。那么，在地球之外，有没有以其他元素为基础的生命存在形式呢？外星生命形式。地球会是宇宙中唯一一个能够孕育出生命的星球吗？在现代科技爆发的近100年中，人类对地外生命的寻找从未停止过。目前，人类寻找外星生命的方法有三种，一是寻找宜居的类地行星，二是探测外星信号，三是在各星球上寻找生物大分子的踪迹。所谓的生物大分子，也就是以碳元素为基础构建的蛋白质或 DNA 分子，这是碳基生命的核心。比如，美国的毅力号探测车登陆火星，这就是为了在外太空寻找构成碳基生命的有机大分子。然而，结果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至今都未在任何星球上发现过碳基生命的迹象。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换一种思维，有没有可能一开始找的方向就出了问题呢？来自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 NRC 的报告中称，没有什么比这更悲催的了，在太空探索中，人类遇到了外星生命，却认不出来他们。我们常用的宇宙探测设备是基于探测碳基生物而制造的。如果说外星生命不是碳基生物，而是硅基生物，是不是就无法发现它们的生物讯息了呢？这个宇宙中可能存在硅基生命吗？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提出过四类生命形式的猜想。第一类是类似智能机器人，这样的生命体是人造生命。第二类是以信息或意识为载体的抽象生命，它们不依赖固定的实体，这些信息或意识可以更换不同的实体。第三类是以粒子、能量、电磁波形式为载体的高维生命。这三类完全超越了人类的认知，而第四类听上去我们可能更熟悉。第四类是一种类似碳基生命的形式，那就是以硅元素、氨元素或是硫元素为核心的生命体，其中可能最接近人类的便是硅基生物。谁能肯定外星生物一定要像地球生命这样依靠水和氧气来生存呢？甚至它们都未必具有多细胞的组织结构。碳基生物是地球生命的主要演化方向，这跟碳元素在地球上的分布广泛有关。虽然从宇宙的宏观角度来看，物质的分布是均匀的，可是宇宙太大了，在特定的区域范围内，物质的分布有可能并不均匀。例如，虽然银河系分布着广泛的碳元素，但有的星系碳元素可能非常少，反而硅元素才是最多的。在硅元素丰富、碳元素稀有的星系内，如果有生态星球要演化出生命，那么星球的环境就会选择向硅基生命发展，而不是碳基生命。生命体之所以被称为生命，并不是由生命形式所决定的，而是基于以下几点。一是体内平衡，具有组织性，二是具备新陈代谢的功能，三是可以生长繁衍，四是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表现出对环境的应激性。只要一个个体能够做到以上几点，不论是硅基生物，还是电磁波生物，还是没有实体的抽象生物，都可以被称为生命体。就像著名科学家卡尔萨根说的那样，当我们把碳基生命唯一论奉为圭臬的时候，其实是限制了人类对地外生命存在形式的探究。我们不妨按照阿西莫夫的构想去大胆论证一下，看看硅基生命到底有没有可能。硅在宇宙中分布广泛，仅在地球上硅元素含量就是碳元素的1000多倍。另一方面，由于硅和碳是同族元素，因此许多化学性质极其相似。比如说，碳能和四个氢原子化合形成甲烷，硅也能同样的形成硅烷，而且两种元素都能组成长链或者聚合物。所以说，比较起来，硅元素的确在宇宙有可能代替碳元素，成为构成生命体的核心。早在1891年，来自波茨坦大学的天文物理学家茹瑞申纳就在论文里第一次提到以硅元素为基础创造生命的可能性。而在此之后，英国化学家爱默生雷诺兹在这个猜想上进行了延伸。他认为，考虑到硅化合物的热稳定性，硅基生物很有可能在极高温环境中生活。
又过了30年，英国生物遗传学家约翰·沃尔丹提出，或许在未知的某个星球上，存在以硅酸盐为基础的半融化液态生物。但是，只要是生命就一定有缺陷，硅基生命也有其绕不开的缺陷。比如，硅元素的热耐受性强，所以它能够承受像火星一般的极高温环境。一些硅基化合物有非常高的热稳定性，硅氧化学键可以承受大约 600K 的温度，而硅铝化学键能够承受将近 900K 的温度。对于这样的硅基生命来说，200到400摄氏度的温度是它们的舒适温度，而人类适合的舒适的室温，对硅基生命来说，就是可以致命的极寒温度了。另外，硅基生命要怎么呼吸呢？要知道，人类这种碳基生物在呼吸过程中会和氧气反应生成二氧化碳，而硅基生物在与氧气反应时就会生成二氧化硅，也就是沙子的主要成分。一个生命体的肺部如何处理这些固体垃圾呢？有科学家认为，或许有别的解决方式。如果硅基生命生活在一个4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星球上，它们呼出的二氧化硅将会化作液态，如果更高温度就会是气态，这样硅基生命就可以像地球人一样轻松呼吸。在科幻小说家或科学家的想象中，硅基生命的外表几乎都覆盖着一层晶体，类似于一个会移动的水晶，而且它们的身体内部没有水，取而代之的是能够溶解二氧化硅的氢氟酸或氢氧化钠。硅元素形成的化学链在水中极不稳定，硅化合物在水中极易分崩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水对硅基生命来说就是毒药。另外，硅基生物还有另一个缺陷，那就是由于硅化合物的化学反应速度远远慢于碳化合物的化学反应速度，所以硅基生物的动作可能在我们看来非常缓慢，甚至接近于静止状态，就像疯狂动物城里的树塔，随便做一个动作都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的肉眼可能会认为它们静止不动。但是动作缓慢就意味着硅基生物的环境应激能力极差，一旦发生火山喷发、大爆炸或是地震这些大灾难，它们或许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当然，谁能说硅基生物只能有类似碳基生命这一种形式呢？在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山》中，就曾描绘过一种以芯片为硅基大脑、以岩石为能量来源的可怕生物。而现在，以半导体芯片为核心的智能机器人，会不会是硅基生命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呢？也许在未来的某一天，作为新的生命形态的智能机器人，将从硅元素中获取进化之路的钥匙，而我们碳基生命将在某个毫无察觉的瞬间，被硅基生物彻底取代。当然，我们这些对于非碳基生命的各种猜想，从本质上都是我们对于地球生命形式认知的延伸，而我们人类对于其他生命形式的完全无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眼界和想象力，这导致在太空探索中，即使人类真的遇到了外星生命，可能根本认不出他们。我们可以结合之前的影片中对费米悖论的思考，按照概率学去计算，宇宙中应该普遍存在着其他地外生命，所以有时候一直找不到外星生命才更可怕。人类看到的是一个寂静的宇宙，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对其他生命形式的完全无知呢？会不会是因为宇宙主流的生命形式并不是碳基生命，而是地球独有的生命形式，我们才是其他生命形式眼中的异类呢？感谢观看天天探秘，我们下期见。